香港电影大亨周文怀于10月30日离世，享年91岁。呢日喺香港殡仪馆设灵。周文怀生前为人低调，家人亦都遵从佢嘅意愿，后事一切从简。据消息指，呢日加祭之后，翌日将会出殡，两日都不设公祭，亦都唔接受传媒嘅采访。现场传媒守候到夜晚，仍然冇见到家属或者亲友到场，而殡仪馆亦都冇见到周氏设灵。下午四点左右，卢永仁博士、刘德华同佢嘅公司影艺娱乐又送到花牌嚟殡仪馆，上面写住永远怀念、德高望重等等，但三个花牌都只系摆喺路边。送花人员就表示，殡仪馆职员话唔使送上去，最后佢哋就将个花牌送翻公司了。